实我有一个上师，他是藏地的，然后那个他在来结缘的时候呢，我就通过我的人脉就帮他来画这个缘。在化缘过程中，有一些众生就可能会有歧义，觉得因为这上师很年轻，然后他们又不太了解他的情况，可能会觉得啊，你来拿这么多钱去，因为我在的那个位置的话，他们会很相信我来画这个缘。但画了虽然钱是给了，但是并不是是我们学佛的那种心态来给，他可能还有一种利益心的想来，就是说想求什么东西而来。但是也许求的过程中这个东西没求到，那他就可能会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假的，或者是师傅有问题。然后呢，陆陆续续呢，他们就会去找我的家人，然后把这个话传到我父母和家人的耳朵里。那我家里人就会对这个事情很排斥吧，很有意见。那其实在某个层面来说，这件事对我是有一定的困扰的。我就想问一下杨明老师，给我分析一下，看一下我要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。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对你的修正影响很大的话，暂请可以，但是你要想以这件事获得众生的理解是永远不可能的，告诉你。尤其是密乘，尤其密乘或者是他修的法门，或者有很多密乘的师傅呢也不守戒律，也没那么久，有些其他宗派嘛，他还有佛母啊或者是什么，对在家的众生看来的话，就是说怎么看呀，这个师傅不像佛，是吧？那所有的众生其实不过，因为不要说众生爱钱，但是钱对众生蛮重要的，因为尤其在家众生上有老下有小，要拿去很辛苦的赚钱养家，是吧？他的每一分钱，他也不管从哪个路上来的，他都来之不易，是吧？那他拿出来，他是供养佛菩萨，供养上师，就供养他值得供养的人，是吧？那么当他觉得这个上师或者是或者你是他上师身边的人，或者是哎他是这样认为吧啊，然后是觉得这些不是他要的那个，就是他认为的那个样子的时候，他可能就会嘀咕几下啊。当然说有的就嘀咕出来了，有的在心里嘀咕，或者隐隐约约怀疑一下这也难免的啊，或者说些闲话都很正常，甚至供养完了都觉得后悔都有可能，哎，就是说甚至还有去寺院要的都有可能啊，这个我觉得你是不可能，因为众生这个呢，在另一方面呢，当然说如果是这种佛是三生圆满的佛，那众生就可能疑虑小一点了啊，但是这现在基本上这样的佛是看不到的，三生成就的，不管是修密乘大乘小乘。那么众生既然众生发愿要成道，那他要依止上师，依止佛法经典，依止这些东西来成就，那他的疑也总会破掉的，是吧？他总有一天破掉的。但是呢，在整个圆满的过程中，上师一直做上师的事，弟子一直怀疑弟子的，总会大家各想各的形式，是吧？你中间做善行的，大家很可能把你当成托，都有可能，是吧？那你受委屈就受吧，是吧？能怎么样呢？是吧？理解永远达不成。我告诉你，别指望，除非你说，哎呀，这件事已经严重困扰，让我睡眠不好，饭吃不香，而且失去了最好的朋友，而且我的修正也心烦意乱，修不下去，那就暂停吧。这个法门不适合你啊。就是你这个去给上师去化缘这件事，你做不了，你的承受力不够啊。知道吧？帮上师化缘，你承受力，你不在这个承受，你还在于众生的评价，是吧？你会觉得，当年说你说妈妈说也是有道理的，家里说，当我说众生说也是有道理，那各说各有理，都有道理啊。对。那上师也有道理，说上师我是为了佛法的，我既然出来，我肯定要在这儿做这些，而且就算我拿着这个钱去做，满足了我的私欲，但是你是一直我成道的，是吧？我要你的供养来，你破你的，因为。我会尤其密乘，他说你供养我，我会破你的执着的，我会破了你的贪婪或者是什么。上师就有道理，是吧？那弟子也有道理，我觉得你不像啊，不像你供养什么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很多你供养的是佛菩萨，在对弟子来说，其实是最损失最小的是弟子，因为弟子来说，因为弟子他心中是把上师跟诸佛菩萨他当成佛菩萨来供，所以在他心中永远是供养的佛菩萨，他不是供养一个人的，你知道。所以他心中供养的是佛菩萨，即使这个上师他不是佛菩萨，假如说他是个骗子，或者但弟子心中是供养佛菩萨，所以不存在被骗，是吧？佛菩萨会指导的，是吧？因为他供养的是佛菩萨，虽然这个那这个上师如果他自己不在供养范围，就是说他是贪图了名闻利养，那这个上师的因果就很大了，
你知道拿众生那些债，你知道披毛戴脚还吗？你有一天你真的给你还不尽的，你很多世俗的披毛戴一个一个还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对上司是影响最大的。其实对上司来说，对寺院的僧众来说，其实他们不是谨慎，当然是很多是出家人或者是什么，不是不信因果，是不知道因果，不是不信，是不知道因果的厉害，没体验过因果的厉害。开通明文的呀，哪有那么容易？你拿众生那是真的是债务累累呀，而且那些债可以成倍的，因为众生是供养佛菩萨的，而你从佛菩萨那儿拿过来用了，众生是供养佛菩萨，比如说众生供养众生，他是把他当成佛的，好，等于是你盗了佛的钱，知道吧？你自己不是，你没有成道，没有到达，等于是你又拿了佛的钱去做了你个人的事，那你知道等于你不是从众生那儿接受过来，你是拿了佛菩萨的钱，那你说欠了多少啊？那你怎么还？你不成道怎么还？所以对上司是最恐怖的，知道吧？吃供养是最恐怖的。还有就是对弟子来说其实损失不大，因为弟子基本上的供养除了极个别，说是有些纯粹那就不叫出家人的骗子，他就是那出家人骗你的，骗得你倾家荡产去给他做，除了这也是极个别现象，大部分的其实弟子呢，就是他的供养在他的承受力范围，他不会把他的所有的钱拿出来去供养一个老师，或者是他都在他的承受力范围之内，他做这件事。所以他其实对他对这个地球上对社会的索取来说，他得的来说他失去的很少，他布施出去的很少一部分，所以就算从阴阳的平衡这件事对他影响不大，就是对他的损失不大，而且对他未来的成道还有帮助。所以最怕的是那个上司，还有那个真正的那个上司，他到底有没有能力去吃供养。这一点上我觉得吃供养这件事，当然出家人供养三宝去建寺院有助于佛学的佛法的弘扬跟发展，当然说还有上司的僧人的整体素质，你真的在利益众生吗？你的自己的私心、自己的欲望习气真的有助于？就是说一个上司也会考虑，我今天我去花这笔钱，有时候比如说有时候这笔钱可能拿回去用到寺院来，但是现在这个违约很重，比如说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他要供养我300万，我拿了这300万我可以借塔或者借寺院，但是现在他的疑心很大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他很怀疑你这300万这个老师，我借这三，而且他那个心啊，你拿了这300万就想把心揪了，而且他的修行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，但是你只要多给他说两句他就拿出来，但是这样的这个上司一般真正修行的上司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他没到达那个程度，所以他会把说拿回去自己花吧，不接受。就是不接受的原因是不是说他爱钱不爱钱，不是说寺院不缺钱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还没有承受力去承受布施，这个布施钱的你承受不起，知道吧？你的舍你承受不了这个舍，你会睡不着觉的，回去别扭的，然后在家记好久，然后因为此憎恨出家人，憎恨佛菩萨，甚至不信佛教。所以这个上司也需要这样辨认这个弟子。当然对对，这个也是极个别的，上司不会要的。另外呢还有一些弟子就是说他正好在中间晃动，而且这个布施还是在他的承受力范围呢，而且他很吝啬，从来都不懂得舍。你要知道其实为什么这个布施里边很多众生就是说以这个钱作为，一说布施大家就考虑到有钱没钱的问题，因为大家把钱看得很重，因为钱跟欲望连在一起了。你不是喜欢人民币，你是喜欢你想，因为人民币可以满足你所有欲望，所以大家对钱就很喜欢，觉得啊，所以我要赚很多钱。有的人甚至说我不是给自己花，我要给妈妈花、爸爸花、给孩子花等等，养家嘛，这都没问题。但是他在放下这个钱的时候，其实同时放下的是欲望，他在施舍。当如果他在这个中间，他的承受力也到达了，他有10块钱的承受力，他布施了11块，那么这个上司应该会拿走，就是说，但是他有10块钱的承受力，他布施了20块，那么这上司可能给返还10块，这个当然是佛教的
这个是密宗的，有可能会说，哎，有一半就够了。哎，那是四月的问题啊，那是当然说我这谈四月，在家是立马死了啊，在家的，就是会这样做的，看上师的等级了。哎，就是一般因为说来说去，一个出家的不是为了众生是养活他的，哎，包括一个修行成道的上师，不是要众生养活的。你是在弘扬佛法的，是为了众生离苦得乐。众生因为布施了你十块钱，苦不堪言，你何必呢？是吧？你又不是过不下去了，要那十块钱，是不是过日子？是吧？所以当然是出家人四愿是另一，因为出家人戒律就是说供养三宝，你是有功德的。那你说我不要功德，我供养那也行。你说我要功德，打功德毕竟空也行。你说我哎，我就是看上这个寺院了，我觉得这寺院师父有缘，而且。我觉得僧人不容易，在寺院啊吃住行还要借道场借寺院，我想在这个道场布施钱那也行，还各种角度了，嗯，还有就是上师的自信嘛，上师自己的正量，嗯，他的正量越高，他真的在心里把钱、金钱、名利、情欲这些东西都放下的时候，那种坦然，知道了，接纳或者不接纳那种坦然或者是什么。上司都会他自己清理清楚。因为他们藏地那里比较平，你不用在意大家说啥。既然你做了这件事，就算是你在中间受委屈了，那也应该的。就是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想做任何一件事，想去做一件利他的事，这个不理解委屈，有时候是在所难免的，是不是？不是每件事你做的尽善尽美，众生就理解你，是不是？众生的角度就是各种想，各种也有时候只是嘴上说说，还是说完他就忘了。对一个大乘修行者，你是一个的以菩萨的角度安住在这儿的时候，如如不动，就是这样子，也不用给师父签那个麻烦，还要他记账，多累啊，是吧？我说都不说的，是。假如说我是你啊，我在中间，我就是化缘来帮师父，哎。哎，那个寺院要100万，要建那个塔。众生的我身边的亲戚朋友，谁有钱帮帮忙，是吧？嗯。你有钱，你拿那么多，赶紧就捐点吧。我就会这样说。哎，说捐了，有的捐了，有的是捐完时，你是不是撒当了？你人家那个师傅是不是拿着去玩了嘛？嫖了去玩了嘛？人家那个师傅好像在外边还有个小媳妇呢。我说关你什么事啊？是吧？是吧？你信我，我当初你要相信我，你要捐嘛，是吧？人这说话做事一言九鼎，说下负责，你做事自己当时你怎么不考虑好呢？是吧？你那么信我干啥？是吧？不开玩笑嘛？大家说是无缘无故，都是成人了，是吧？你每做一件事，你也是考虑过的，你不经大脑吗？是吧？你那么聪明，谁能骗了你啊？是吧？肯定是因缘如此嘛，是吧？很多原因的嘛。你要骂我就骂吧，我也没办法，反正钱已经七十元了，是吧？你想骂我骂我，你还打电话师傅啊，你给报报账吧，那个师兄对那100万有问题啊，你得给记个账，给他拉个流水，我好对他有个交代。随便了，我会不会做这种事，是吧？师傅你随便花，是吧？既然是到四月了，你是四月方丈，你随便支配，你可以去买菜给今天去接待，你可以买菜，买了菜不记也行。因为哪有几毛钱能记住的，是吧？你可以盖房顶装修你的房顶，你可以不动，是吧？你的生意也破了，买件衣服去，是吧？现在生意都是嘛，现在不认。后来我就叫我上司找了当地的工匠，是你的问题，知道吧？是你的问题，你太那这师傅让你化缘太累了，是吧？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不会，这是不要这样子啊！不要给他们签这个寺院签麻烦，他还得担因果，自己万一修行有点啥的因果重着，是吧？吃那点供养容易嘛？是吧？你怎么拿个红？不，你是什么？你是做事很认真，知道吧？你也不想，就是说，哎，大家最好都心服口服，哎，这不都挂在墙上明牌明的嘛，是吧？明码标价，我就是这都想我说清楚的事，我为什么要不说清楚呢？我就不说清楚，是吧？能说清楚，你多累呀、啊，是吧？四月，你的钱进了四月了，四月是一个家，油盐酱醋茶全在那儿呢，是吧？师傅哪能说你捐了100万，是吧？除了盖砖，那今天这个盖砖的这个晚上饿的睡不着，吃了个宵夜算不算啊？
这，他说老师傅我饿了，我吃三个包子，花了3块钱，记不记呀、啊？而且他还有那个下雨，把那个刚弄好的砖墙给摧毁了，后来得钱，我说我一个人垫。你看师傅多厉害，一块买了一根木头，然后那个木头劈了5半，每个半的人工费多少钱？你不累死师傅啊，真的是。这你师傅也帅的，跟你这配套也要记，要我是别跟我说，我觉得随便了，受委屈去吧，是吧？你受委屈去吧，是吧？怕啥呢？你这样该做这件事就该承担这个委屈，中介人吧，是吧？是吧？你能说清楚？说不清楚，我也不知道话哪，是吧？你看我吃的胖嘟嘟，全吃了包子了，是吧？我一天吃个馒头，是不是？能怎么样呢？哎呀，最主要是，哎，是吧？就那样。